of your heart is the sun, and it shines, says it open. Yeah, your heart is the sun, and it shines, says it open. Yeah, your heart is the sun, and it shines, says it open. Yeah, your heart. Perhaps one day I'll hit the lotto. Then my bills would all be paid. Money no longer would be a bother. My lif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We could travel all around this world. Fly first class every day. If I never hit the lotto, you still love me anyway. Perhaps one day I'll reach the big time. The whole world would know my name. Well, every other magazine cover would use me for their campaign. We would be the hardest couple around, from New York to LA. But if I never reach the big time, would you still love me anyway? Hi guys， 现在呢，我要来准备清理我的咖啡机，因为我今天准备要去上另外一堂咖啡课。然后那间咖啡的老板人很好，就说可以帮我换这个打奶泡的这个头，就是我之后如果要在家里打奶泡就会比较容易这样子。所以因为我家其实非常容易积灰尘，所以我现在整台机器是非常需要 polish 的状态。对 ，kitchen buff。是 American Eagle， 然后外面这件罩衫是香港一个品牌叫做 Rococo 的样子，包包是我可爱的 Puzzle。嗨，这个灯光。今天我来上另外一个 Cafe Art 的课，然后我找了 Chloe 跟我一起。Hello。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认真的拉出一个爱心，那就看我们一堂课里面到底可以拉出什么样子的进步呢？都可以。Different strands of life, primal codes, cryptic by the sky. 看一下你在家里做的动作啱不啱先？我紧张了，怎么办？觉得好，你是一个咖啡师，你如果出这杯东西，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喝？不会咯。对了，他们会投诉。好，赶快切掉，赶快切掉，刚刚这个不存在，不存在。Hold on tight, you are for some fun, and if you think you know what feels so strong。 Chloe， 你有信心吗？来重复一下刚刚的 slogan。 就首先要 make
slogan 是什么？好烂的。我哋咧會將個位置咧擺喺拉花壺嘅9:00啦，或者3:00嘅位置，係啦，啱啱掂到個液體表面就 OK 啦。现在回到家了，然后首先跟你们看一下，我最近呢在我的客厅茶几上面摆了一个这样子的篮子，终于我所有的遥控器啊那些拉里拉杂的东西都不会散落在各处了。其实买个篮子很简单的，你知道吗？但就是有一个字叫什么，叫惰性。明明很简单的事情，但你就是拖延症加懒惰一直发作的时候，你就是会。我现在镜头的后面就是打开我的 Netflix， 我想跟你们分享我最近在 Netflix 上面都在看些什么。其实没有什么很新的东西啦。哎，你们相信吗？我没有看过 Friends， 最近不是那个 Friends Reunion 吗？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回去从头追一下？但因为我没有到很喜欢那种比较以前的美式幽默，所以我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去打开这个剧集。然后我最近又回头去看那个Blacklist， 这个剧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吧，就是在演一些 FBI 啊 criminal 啊之类的。最近看那个 Blacklist， 然后 Vincenzo 是那个宋仲基演的嘛，我不知道，我看了一集，但是好像没有太被吸引，所以就没有继续看了。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可以想到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了吧。对，今天又要再次的跟大家介绍 Surfshark VPN 这个服务，我之前也分享过无数无数次了，所以大家应该想说 Cynthia 不要再讲了，我耳朵都长茧了。 Surfshark 是一个 VPN service， 那它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保护你在网络上面的足迹可以不要被 track 啊，或者不要被骇客入侵。那他们有个功能叫做 Surfshark Alert， 基本上就是如果有人想要 hack 你啊，或是攻击你的话，它会发出一个警告给你知道。或者你很常在网络上面购物或者是交易，有这些 internet footprint 的话，它也可以防止一些广告或是有心人士去 track 你。刚刚讲的那些个资安全固然重要，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很多串流平台像是 Netflix 或是 Disney Plus， 它其实都有地域的限制，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可能会看不到别的国家限定的内容。那这个时候呢，只要你透过 VPN 去转换你所在的地区，你就可以在这些串流平台上面看到自己想要看的剧集跟内容。对，基本上就是一个追剧者必备的秘密武器。那现在呢，用我的折扣码会有 83% off， 然后外加3个月免费，所以其实平均下来一天你要花的钱其实真的没有很多。那再加上我觉得个资安全是现在大家都很注重的一个问题，花一点点钱可以让自己在网络上面的安全更有保障，我觉得都是值得的。那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大家如果在 Netflix 上面看到有没有哪一些比较冷门、比较没有人提过，但是你觉得很好看的，不管是 documentary 还是剧集还是怎么样，都可以留言在下面，也可以让留言区变成一个讨论串，让大家交流一下大家最近在看什么剧，蛮好的。现在呢也准备又要出门了，然后我等一下要跟 Kitlin 去逛逛街，然后晚上我们预计要去西九龙公园，就是吹吹风，对，聊聊天 ，catch up 一下，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我今天只喝了一杯 matcha latte 跟几口我刚拉花课的时候喝的咖啡，但我没有感觉很饿哎，这样子是正常的吗？好的，大家，我的 vlog 怎么开小了？今天的来宾呢 ？Hello，
Kelly， 欢迎来到讲你听下，又来讲你听下。哦，大家知道吗？这个名字其实是 Kelly 取的，讲你听下呢个名系你谂嘅，冇错。哇！好。你知道我该学什么吗？还有金鱼啊。学什么？树懒、树熊、树啊？真狗啊？树熊。怎么办？我每次跟 Killing 我都会遇到一个我不认识的东西。那个啊，我要开给你看那个。你刚才这个啊？哦，无尾熊。你刚说什么？树熊。哦，你们叫徐红。哎，对，这个我的青鱼饭。いただきます。잘먹겠습니다。你要这个吗？我不要。침을깨우는이목소리머리를빗는이빗소리밖엔비가오나봐들리는빗방울들이땅에떨어지는소리전해지는전생고대체뭐야너는비법이아침에일어나서부은눈이너무아름다운너이제도조금만조금만더무했길바래조금만이제는어디까지도가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拎起酒杯啦哎怎么又变成你的节目Oh my god 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Never felt like this, my dear, since can't remember whe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Still on my wish list is the West Elm sofa, the updated.Harmony modular sofa. Wow, I'm so happy. Morning, everybody. This is last time we went to a coffee class. The owner gave me another little gift. It's this new coffee. This is called what? Steam blower. Is it like that?我其实本来已经自己打算要买，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漂亮了。它这个手柄都是木头色，而且是握起来很有实感的那种。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新的拉花嘴啦，这个拉花嘴我上次上完课之后，我觉得真的不一样，拉起来的感觉。今天就是我第一次在家里用这个新的拉花嘴，希望我还没有忘记上次老师教我的东西。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 sometimes. So painful you can barely survive.亲爱的 Angus 老师，我下次会再加油的。Hello 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Hello 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And I'm ashamed to say you paid for all my dues. Hi guys， 我现在呢旁边有一些 PR 的东西，所以我要很快的来拍一个 story。那我就要准备把东西拿去回收，对，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你知道我刚刚在练习我的 speech 的时候，外面那个雨啊，哇塞，实在是有够可怕的，就是跟……对，我跟你说，我超喜欢 Lux 他们家的沐浴乳，超香的。Eyes wide open when I lay down. You try to build me up. 接下来处理掉它了。
我真的很害怕。Oh my god. Or in pain. Now, I don't know you personally, but I would guess the second that somebody is going through something in real time, and I didn't realize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was going on, there were people that were saying that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mention that I'm doing better than I've ever been doing in my life. I do have a 2-month-long depressive episode. You know? What happens then? Day one has been to share everything and to be honest about everything and be vulnerable about everything. That's what I built my whole internet life on. 我现在要准备出门，然后我首先要先跟咪咪去吃 brunch， 然后下午就要去讲我之前跟大家讲说要分享的那个 workshop。今天的 OOTD 大概是长这样子。Memories of you fill my head. Recentl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r smiling hair. Instead of focusing on you. 咪咪今天哇，她带了一个相机，她带了相机。请问我今天有幸可以在你第一条 vlog 里面吗？对，希望这条 vlog 能够最后覆盖。I've been wondering how you're doing. I've been wondering how you're sleeping night. Ooh. 然后我们今天又不小心讲了很多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下次在见面的时候，发现约定好不可以讲任何工作上面的事情。刚刚变了抱怨大会。拜拜。Everyone's lining up to see her.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at features. Oh, you guys are like, oh, God, China. Oh, it's a gold. I think I'm going to hide it. Don't let it. Some hookah. Okay. Oh, hoi, gay, hoi, gay. You think it'd be the time of day. You'll be making moves that, yeah, who really care what Simon said.侯旅呢在啊，我现在回到家了，然后今天呢的 workshop 成功。其实今天这个 workshop 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分享一些就是我自己做经理人跟做 content creator 这两个角色上面的一些心得吧。希望我今天讲的没有太差，然后大家都可以有一点点的被帮助到的感觉就太好了。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刚刚有 OK， 这个不是冲动消费，就是这个 Chanel 的 Chance 香水。这个我记得是我人生中买过的第一个香水，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它就是他们家最经典系列的 Chance 里面粉红色的那一支。然后我这个50ml 的大概也用了有没有2年还3年？哎，其实香水会过期的吗？我可能要去查一下。好不容易用完了，所以我刚刚直接去补货，买了一个100ml 的。对，因为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它。然后呢，50ml 跟100ml 的其实没有差太多钱，我就想说，反正我已经回购了这么多次，那不如就一次买一个大的。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家里其实还有另外一款 Chance 的香水，这个其实是我之前送给我大姐的生日礼物，但是她说她不喜欢这个味道，所以我又把它拿回来自己用了。对，然后原来它的盖子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雾面的塑胶盖，然后这个其实是不是塑胶啊？对，但是它是亮面的，哦，好漂亮哦。这个的味道比较甜，但是我觉得甜的恰到好处，它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那个甜。所以好了，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闻一下，就说Chanel Chance 系列的粉红色的那一支。好了，
set alarm at 7:30 p.m. Your alarm is set for 19.香港本地啤酒，shut up.